这大概是我吃过最便宜的猪排饭了。一份猪排饭换两份猪排7块是吧？7块钱两份猪排，还要啥自行车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，我现在在潮汕揭阳，准备去揭阳二中对面吃个特别便宜的猪扒炒饭。人那么多，这是一个夫妻小店。老板，现在还有猪扒贩卖吗？还有啊。我要加鸡蛋的啊。我要2块猪排。好。这个鸡蛋里面有加什么东西吗？加肉啊。啊，加肉。加肉片。一看就很香。老板，这是芥蓝炒饭吧？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打包带走的。一份猪排3块，两份猪排7块是吧？我买完了收那5毛钱，所以就一片就收3块。3块啊，片就7块。7块啊、嗯，我的猪排饭，这大概是我吃过最便宜的猪排饭了，料也巨丰盛。2块猪排，然后下面是芥蓝炒饭，然后再加个煎蛋，这个煎蛋里面还带肉的呢。7块钱两份猪排，还要啥自行车？嗯，好吃啊，松好香，炸得很脆，它是提前腌过的，已经很有味道了，好吃啊，怪不得生意这么好。嗯，炒饭里面放芥蓝，口感也很好，是脆的，真的很香，很好吃。米饭也是炒得粒粒分明。嗯，很香，好好吃，真的是外脆里嫩。老板，你们这里开了多久啦？差不多10年了。20年了，哇！我发现潮汕地区的很多餐饮店开的都很久。2块猪排，一个炒饭，一个鸡蛋，13块钱，搞定。肉都吃不完。我可太羡慕揭阳二中的学生了，饭局就有这么好吃猪排饭等着。嗯，好香。法官，好吃。哇，真的好便宜。好了，那今天到这啦，喜欢这顿饭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，我是万茜，拜拜。